你以为我在墓地，其实我在山上。你以为我只是在一座普通的山，其实我在一座高山上。你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高山，错了，它是一个翻牛顿高山。这个岛，当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惊了啊！某人的眼泪又要往下掉了，很奇怪的一个岛。那么言归正传，咱们现在呢拥有了武器、飞行以及装备，那么像评论区里催的人一样啊，我们该进军星际了，对不对？星际需要很多的矿石，需要很多的工具。另外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独有的啊，专属于这一个模组的一个幸运方块，需要灰色的染料、墨囊加骨粉。当然啊，这开不出所有东西，只能辅助我们得到一些个小玩意儿啊，小玩意儿，不要期待太高啊，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牛批。墨囊我们是有的，骨头我记得我也打怪了，Sasuke， 我难道没有骨头？哦，兄弟们，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俺想要一根骨头。把难度给我调成困难，好吧，我根本就没调和平。来，14000啊，这样就是晚上了。沙漠里的怪是很多的，所以大家先凭后看，养成习惯，拿到一个表情包也能威风博点播放量啊。掉骨头，哇，这个小白坚持掉剑，太贼了啊！小白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不简单不简单，这里还有一些怪，不过这都不是小白，我们要的是小白呀。哎，小白，小白你在哪呢？小白，这怎么都是一些没见过的怪物。女巫咱们也不需要，我需要的是小白呀。这个僵尸怎么回事啊？哦，长得怪好看的，血量还挺高，你别说，他叫骨头。哇塞，歪打正着，兄弟们，打了个木乃伊，哎，掉了个骨头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，这属于歪打正着，正中下怀，而且还掉了个幸运方块，是什么鬼？哦，这一个战利品袋，末影卫衣宝珠，还有末影宝珠、前帝果、末影袋，全是好东西。有一个东西咱们是可以自己用的，比如说末影袋，这东西等我上外太空咱们再用吧，现在用有点早。染料做一下，这就是灰色染料。我们自己好像有工作台，好吧，我没工作台。现在我们自己拿一个工作台来做出我们的星际幸运方块。这个幸运方块如果不加载星际的话是一个空方块，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用的哦，不能合成，你可别闹了。看我的这个版本，我记得是可以这样合成的。走你，配方不足，配方不是2×2的，难道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个屁，我在这儿总行了吧？啊，我在这儿总行了吧？我还就不信这里没有了。不会真没有吧？好啊，咱们材料是有的，直接给创造得案了啊。咱们在创造里合成的，我就知道这种同一种合成方式的方块啊，就有时候就会遇到这种问题，问题不大啊。创造石化。来，给到创造这边，咱们拿出一个啊，多余的那点灰色染料咱就当送给创造啊，当是手续。这个呢10000多，跟普通幸运方块的价格差不多哈。咱们先看看我们能通过它开到一些什么简单的小玩意儿，这样我们自己做机器啊，做那些高科技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少做一些啊，不用那么的累。星际方块摆在地上，看会不会动，不会动，上面有一个地球，有一个月球，然后这应该是星星嘛，不应该是太阳啊，太阳应该很大，对不对？哦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这啥呀？哇，星球车，这玩意儿我可认识，只能放在星球上面啊。咱们这是地球，地球上是放不了，放在月球上是最好用的。这个可以在上面开车啊，我们可以开车了，兄弟们，尽情的开车啊。不过不能在这个主世界开车，我们上月球上开车去啊，把车开到月球上。嘿嘿嘿，现在呢又开出一些矿物，蓝月宝石矿，月壤、月岩，哇，全是月球上的东西啊，直接扔在地球上，让它在繁衍啊，让它在这繁衍。哦，铜锭是可以卖的，锡锭也是可以卖的，铝锭也是可以卖的，钛锭跟戴斯锭，戴斯锭是干什么的？哦，做弧光灯，做发射器控制器啊，还有环境改造器，戴斯剑。戴斯是奥特曼吧？我是不是感觉有一个这种奥特曼？记不太清了啊。哎，又开出一些，
戴斯，哦，月壤，还有一些蓝宝石矿，一般般，继续。